来找到一个树熟的释迦果，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啊。哇，你看，哇，颜色特别漂亮，这个可不是我挂上去的啊，都是新新鲜鲜的。先把它的这个棉线给它取出来啊，这个树熟的逮不动，哎，用小刀削一下，然后把它的棉线给它取出来。哦，没取出来，那就削皮直接吃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都是奶白奶白的，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甜的水果，也被称为水果之王。如果你还没吃过，来我波波间看一看吧，一箱呀也是地头价，都给大家发这么好的品质。本呢，我这平时吃柚子啊，就吃过白瓤的和红瓤的，没吃过红色柚子皮的。平时柚子不是黄色皮吗？头一次见，你倒嘎黑呀。